终点站了，可以往 MRT 的方向走，所以我们待会从这里下去走那个阶梯道，阶梯步道到 MRT。 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呢来到一个新加坡的 MRT， 这 MRT 呢叫做 Labrador Park， 对，给大家看一下位置。那今天是要跟朋友约在这边要去 hiking， 对，那今天是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。那我们会从 Labrador Park 上去，然后一路往东边走，然后最后到 Vivo City 下来，从那个缆车终点站最后那边下来。对，那今天这样子的话，这样算一个横跨新加坡系列，所以这个系列我会放在横跨新加坡系列里面。对，那大家今天就期待吧。OK， 我们现在在 Labrador Par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出去从这边走，然后最后到这条路，我们先觅在那个麦当劳。这边有个 mall， 有麦当劳、Fair Price 跟一些餐厅。OK， 我们现在进来麦当劳了。哇哦，新加坡麦当劳。It's a lunch time, right? Lunch 12 o'clock. Now it's breakfast. Holiday, lunch time. Now breakfast. Okay. You want we eat a meal? Meal, yep, meal. One drink for you.OK， 我们麦当劳买完了，我们现在要继续往下走咯。我们接下来 ，OK， 接下来我们要沿着这一条路要去我们 hiking 的路口。就是这个桥，刚刚 MRT 出来之后，这个是第二个桥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过马路到对面去。然后这个桥它很特别的是，它晚上其实很漂亮。对，我这边今天来的是白天，你看上面很多人在拍照。然后往这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进去的登山口，然后里面好像有猴子吧 ，Park， 给大家看，很漂亮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要上桥，然后到对面去。Let's go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买的早餐，对，这是两个人的份，对，所以可能等一下会边走边吃吧，可是希望不要碰到那个猴子。好，因为这边也要就是 safety entry， 所以我们这边停下来做 login 的一个动作。
想去 park 要一点2 kilometer， 可是这边现在有一个 shortcut， 就是这边现在有一个 shortcut 是你走楼梯大概爬5层吧，这边爬5层就可以到了，然后这是一个选择给大家看，楼梯其实很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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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一个 shortcut。 然后另外一个选择是我们走这边斜坡一直走上去，对，然后我跟朋友选择要走这边， OK， 那我们走这吧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山峰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刚刚是从这个桥走过来的，麦当劳在这里，走到这里，然后走这个桥，然后一直过来，上到这 ，Hill Walk， 对，它好像是 World War II 的时候在新加坡是一个制高点，对，然后好，我们现在去这边。好，我们原本要上去那个 hill top 看那栋建筑物的，可是现在因为 virus 的关系，所以封住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有个指标，我们还要往右边走。原本要去的这一栋建筑物它现在封起来，所以我们原本要上去的现在也不能上去，所以这边的卡帕都封起来，人应该是可以走上去了，可是它现在封起来，我们没办法走上去了，对啊。所以它还是有开放空间给大家运动，只是像这种建筑物的地方它就封起来。对，我们要不要上去看的，没办法，好吧，那我们继续走吧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是原本是可以上去的，可是现在封起来，对，它里面现在也有咖啡厅，不过咖啡厅今天其实也没有开。那外面其实这样很漂亮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吧，那我们就不上去了，我们继续往下面走。这边有一个那个 public toilet 给大家上，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沿着这条路走。我记得这边好像还有，这边应该有空气的声音。哦，这边有个贩卖机 vending machine， 可是 virus 期间 vending machine 也不能买。Oh so sad， vending machine 也不能买。那这边是有个特别的 toilet 给大家用。OK， 那我们继续走吧。哇，现在连这个水也不能用哎！以前会在这里装水喝，现在不行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往右边走，这边主要是
是有一个 cyborg 在给大家看，这边种了很多树啊之类的，这样子。然后他有说要哪几种品种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继续要往这边走 ，Henderson Waves， 对，往这儿走吧。我现在到这边有一个 cyborg， 我们现在在这边，这个 waves 它这里是 waves 的头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到大概这里，然后最后再往这边走，然后到一个那个缆车的头，然后再往这边下去到 River City， 所以我们今天是从这边上来。从这里起头，然后往可以往这边走，然后从 Vivo City 回家。哦，今天继续走吧。等一下要看的是这个很漂亮的地方，看得到吗？漂亮的地方。然后新加坡鱼尾狮，我们当然也会经过 Fiber Walk。这是最高鱼尾狮吧，它的海拔是最高的，所以我们现在离那边还有1公尺，1 km， 然后这边是300公尺，然后这边晚上是看起来像这样子，很漂亮，白天照这样。那我们今天带大家去看白天的样子，走吧。妹妹。哇，这边很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整条是那个 Henderson 的 Wave， 它左右两边是很漂亮的美景。然后从这边往这是往南边看是圣淘沙这边的海滩，很漂亮。这边还有建筑物、港口、码头这样，所以你看得到很多那些货运船。对，然后再往这边看。这里是往北的方向，就很多建筑物，然后还有一些住宅区。对，那那边就是经贸区域，经贸区。
那个是 city area， 然后下面看到下面吗？下面都是马路，然后好给大家看，因为现在 virus 期间，这边原本是给大家可以坐着休息的地方，所以他现在都给他封起来围起来，所以只剩我们现在右边这个地方可以走。那也是一个原因，他可能在维修了。对，因为它这个毕竟是木头的地方，对。然后新加坡现在又是下雨季，好吧，给大家欣赏喽。这个出入口，那我们如果接下来要看鱼尾狮的话，要去 Harbour Park， 然后 MRT 也是在这边，所以我们现在往上面走。对，好，继续走吧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像一个算休憩的地方吧。然后它这边从上往下看很漂亮，给大家看。啊，继续走吧。我们现在到一个景点的交叉点，然后我们这样在犹豫要不要上去看，所以我还是先决定先右转看那只鱼尾狮，因为左边就是已经缆车的终点站了，缆车终点站就可以坐 MRT 回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有一个 MRT stop，所以这边可以休息一下。然后现在已经是12点半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那段时间，已经12点半。然后我们这边休息一下，看一下风景，然后吃我们刚刚的麦当劳。All the vending machine cross， 我这边可以买水。水一瓶1.5块，好贵。然后这边也有洗手跟厕所的地方，男生女生都有。好，这是我今天的中餐，那我朋友跟我一样吃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边，然后左边就是缆车终点站了，可以往 MRT 的方向走，所以我们当然会从这里下去走那个阶梯步道到 MRT。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鱼尾狮，可爱的鱼尾狮在这边，所以我们现在往上走。 Let's go。好，我们到了，这个是最高的鱼尾狮。这边其实现在virus期间它是封起来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环境。好，其实小鱼尾是在这个的上面，然后它现在这边入口封起来了。
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是缆车终点站的一个景点，那这边有餐厅，然后可以卖票，然后还有就是酒吧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这边你可以坐就是缆车到圣淘沙。缆车终点站了，好像很好，这边什么都没有开。Virus 期间，哎 ，tough thing to do， yeah, we cannot do anything here. Okay, look up. 好，我们上次是在这家餐厅 Dusk.是从这边上去的一间酒吧，然后我们在这边餐厅酒吧吃饭，然后松露薯条是在这边吃的，然后现在它没有开，所以没办法做什么。 OK， 我们刚是从上面 Henderson Wave 下来，然后下来，然后看到了鱼尾狮，鱼尾狮下来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，啊，现在没办法坐缆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走到前面，大概350，这大概300公尺的地方吧，这边有个步道，然后可以到 River City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往前走吧。其实这一段路其实只有350公尺，从这边出来，你就会看到这个指标，然后指标看到之后，你这边有一个 signboard。我们刚刚走这样子是350公尺下来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Vivo City。Vivo City 走这一个地方，走出来就是大马路。然后你看我左手边就是 Vivo City 了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过马路先，这边有一个人行道，然后这边前面就有一个 Harbourfront 的 MRT 的出入口。对，那我们先去找吃的喝的，这样先去补充水分。从一个路口进去。
这边也封死了。这边过去就是 MRT 了，那个地方就是 MRT 的出入口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去超市，往后走。嘿，我想买四杯饮料，等一下跟另外两个朋友在这边会合。我们现在在 Vivo City 这里，对，那还有几个人在逛超市。好了，等一下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去圣淘沙，如果不行的话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